欢迎大家来到乔氏杯2021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杭州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二阶段11-12组第一、第二场的比赛，1-2组第五、第七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20号台，裁判员张新路，运动员陈正、刘淼。22号台，裁判员张欣欣，运动员管同乐、陈强。26号台，裁判员张千然，运动员刘正杰、田鹏宇。27号台，裁判员冯雅琪，运动员苏宁日、王玉恒。28号台，裁判员玉林，运动员李斌、邱炮谋。29号台，裁判员杨粉，运动员沈申义、郑凯。TV2号台，裁判员卢冰霞，运动员王云、杨宇浩。TV1号台，裁判员张湘云，记录裁判员刘洪旭、张建国，运动员孙梦龙、张荣林。现在比赛开始。
Thank you.
第二次的挑战。